伤情最是晚凉，天憔悴，词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，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人是越来越多，比昨天人还多，我很欣慰啊，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。相声呢分多少种，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，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，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，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，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，五百来人呢这听相声的人。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，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，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哎，这得往前说，元朝末年，元顺帝至正天子，荒淫无道，普天之下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18家反王起义造反，要夺取大元的天下，怎么办呢？皇上很着急啊，江山只能安泰，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？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，给定了一个计策，出圣旨皇榜，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杀人的强盗，滚了马的这些土匪，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，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，你是大元帅。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，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，诓进元大都，关上门，只要进了贡院，安排了10条绝后计，把你们全灭在这儿，江山就能够太平了。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，大门也上锁，正当中坐着皇上，两旁边坐着丞相，还有怀王爷，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，瞧着事儿要不好，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，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，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，谁也活不了。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，这主了不得，马踏贡院墙，戳枪破炮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半步龙袍，揪袍裸带，九泼太师，背砸怀王，单绑力托千斤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枪挑铜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，怀远安宁黑太岁，打虎将军叫常遇春。常六爷大闹五科场，北京城就乱了套了，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，全都跑了。别人咱不提，单说安徽人朱元璋，就是后来的洪武啊，大明朝的开国皇帝，哎呦，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征杀呀，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，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，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，心说得了，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，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，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，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，眼前一黑，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，腹内无食，身上无衣，出了身透汗，凉风再一搜，重感冒啊，眼前一黑，扔在这儿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由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，俩要饭的，这头发都立着，浑身上下破衣啰嗦，光着脚，拿着黄马褂，挎着9条筐，俩要饭刚回来，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。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，史书上有记载，朱元璋奇丑无比，这大脸呐跟驴那么大个，几出几入，厚嘴唇，翻鼻孔，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，挺难看，
俩要饭一瞧，就这张脸啊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，小小麻子有一颗颗脸小黑点儿，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。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，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，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，比石狮子可好看啊。来吧，把他弄进去吧，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，屋里冷啊，加上几块破砖，弄点柴火这一点，热乎气儿一上来，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，哎，了饭你瞧，哎，你瞧，他活过来了，你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，咱们俩改善一下。老天爷不疼个穷人，你这是闹的。那时候要不吃活的，别废话，要你啊。过来吧，给弄了口水。他这儿呢，活过来是活过来，可是半昏迷，似明白似不明白，还以为自己呀、在五科场里边跟常玉春、胡德海这儿打仗呢，迷迷糊糊的喊常玉春：“哎呀，常贤弟呀！”喊常玉春，这要饭的一激灵着，他知道我叫常贤弟。再瞧朱元璋。来哟，那也愣，他知道我姓来啊，咱们就一神仙，这是啊，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，我饿了，哦，饿了，哥俩一琢磨，行了，这人没大事，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，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，来吧，咱们自当今儿少要点吧，架上火，这儿有一大瓦罐，什么都有，胡饭嘎吱烂白菜呀，什么剩菜杂菜馊肚一大锅，咕嘟咕嘟弄得了，盛一大碗，连汤带菜递过去，一闻这味儿真香，哎呦，拿过来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喝了，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，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，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，感冒都好了一半，哎呀，两位呀、我谢谢您二位啊，二位您怎么称呼，哎，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，你刚才不知道吗，啊，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，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，啊，哎呀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，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，得了重病，多亏二位搭救，青山不倒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啊，我想问问二位，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，啊，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你嘴巴，这是捧我们的啊，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，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，这人有毛病，太可乐了，还什么珍馐美味，咱给起个名字吧，胡说呀，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，嗯，你跟他说去，你说咱给他吃的呀，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不是你怎么回事，糊涂，珍珠在哪儿呢，剩米饭呢，糊饭嘎吱，哎，我叫珍珠吗，翡翠菜叶啊，烂菜叶，那白玉呢，那豆腐啊，那馊豆腐啊，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你说去吧，哎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呀、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哦，好，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，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，是扬长而去，过了这么些年呐，朱元璋带领的人呐，推倒了大元朝，建立大明，定都在南京，自己做了皇上，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，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，每天是锦衣玉食啊，吃的珍馐美味，穿的绫罗绸缎，天子一意孤行，臣子破衣破从，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，到了正月十五，皇上说了啊，这个元宵是黑的，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来啊，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，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，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，那都得拿了黄绫子裱好了，供在祖先台上，毕恭毕敬，这是增光耀祖、显耀门庭、御赐的擦屁股纸啊，就到这种程度。可是好日子每天过，他有腻的时候。人呐，我跟您这么讲啊，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，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，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，朱元璋就是这样，哎，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，这个不舒服，猛然间想起来，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儿，
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，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，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喝完之后很舒服啊。哎，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，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旨一传下来，厨子们全害怕了，没见过呀，谁喝过，谁也没喝过，怎么做呀？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啊，珍珠上笼屉蒸，功夫大能蒸软。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，那时候你糊涂啊，你找小片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，上屉蒸，调点芝麻酱搁好了，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儿，还琢磨呢块太大黄不好嚼，来小块的吧，都弄好了上屉蒸哈，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对高汤，把这几家搁在里边，搁点香菜，搁点花椒面啊，盛一大碗端上来，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着，太好看了，嗯，粉白翠绿，拿小勺一咬，噔噔，皇上乐了，还想呢啊，实在是太好了啊，来我尝尝这个吧，捞了片翡翠搁嘴里，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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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儿嚼着，旁边太太看着，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啊，您是痛快，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，哪那么些废话不跟您说的啊，啪把碗就碎了，混蛋，御膳房欺君之罪。御膳房吓坏了啊，你这怎么弄啊，皇上喝过你攥都攥不了啊，赶紧说，哎呀万岁呀，我们才疏学浅，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皇上一琢磨点点头，哎，也难怪你们，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，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啊，传圣旨吧，州城府县啊，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，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，赏黄金千两，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。哎，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，就贴在县衙门旁边，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，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，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把这事儿一说，俩要饭的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，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，咱哥俩也不远了，你知道吗，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，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，来吧，这回咱们算混整了，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拉把皇榜撕了，把衙役气坏了，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，那是纸的，那么薄能躺时候吗，要疯了啊，锁上了，哗隆嘎嘣拿锁链子，俩饭的乐了，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得锁着去吧，班头已经吓一跳，哟您二位能做的汤，废话不就是皇上吗，我们哥俩见过呀，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哎呦嚯，这个我们不知道啊，您恕过我们糊涂啊，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，等着，谁呀，县太爷，我们老爷，他是老爷我们是谁，您是老太爷啊，老太爷啊，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，车呢，车呢，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，这车也进不来，别废话呀啊，我是老太爷呀，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，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，老百姓纳闷，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，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，您喝吧，打开这盖碗，要饭的很不满意啊，这茶叶太少了，哦，这您喝咽着，哎，少不解饱啊，您吃茶叶啊，您别着急，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，管饭了，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，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，苍天厚土，过往神灵
啊，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，赶紧换上新官衣儿，又打里边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两位老爷在哪儿呢？两位老爷在哪儿呢？俩捆上，捆上，我认识他们俩啊，不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？啊，哗楞嘎嘣，锁链子锁上了啊，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。县太爷，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？还面圣呢？我这两碗圣面，知道吗？可是转念又一琢磨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，日后传讲出去，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。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，事也在两可之间。干脆这么着，项带锁链押解进京，八宝金殿见皇上，看皇上怎么发落。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，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，啊，拉着俩人直奔京城。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，啊，县太商量商量，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？你坐车坐不惯啊！别废话，别废话。拉到了京城，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。朱洪武一听，大心里高兴，哎呀，苍天不负苦心人呐！看来这俩人呐，嘿嘿，还是真找着了。好，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儿见见这两位高人。正当中，皇上一坐，文东武西列立两厢，县官也上来了，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，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，这上面没他的位置。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，得让他上来。来了金殿上，扑通跪倒，三拜九叩，口呼万岁。啊，皇上说，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这两位现在哪里呀？啊，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，我瞧瞧吧。是。黄门关传旨下去，功夫不大，有打外边稀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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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俩饭的上来了，往这一站啊，冲皇一点头，哎哎，县官一瞧，哦，不光跟我，跟谁都这样啊。皇上一瞧啊，这心里恨得很，恨谁呀、啊、恨这县官，这是混蛋，你是真不会办事儿。嗯，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，捯饬捯饬，这让文武群臣一瞧啊，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。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。嗯，哦，两位爱卿多年未见，依然风采依旧啊，朕来问你，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？皇上褶羞脸，干嘛装成这样啊？开玩笑吗？皇上这个意思，俩要饭子乐了，这瞒了你吗？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。皇上一琢磨，这白说了啊，拿手一指这知县，都混账，不会当差，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谁让你绳捆锁绑啊？来呀，推出去，万剐凌迟。推出去要剐，县官吓坏了，磕头似鸡奔碎米，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，浑身上下这汗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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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掩盖不住了，脸都白了，万岁饶命，万岁饶命。了饭的乐了，哎，这是个玩意儿呀，你看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。哎，万岁，你这别杀，这留着吧，这是个玩意儿啊，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，跑东到西的，让他当伙计吧。皇上点点头，嗯，去，起来买东西去啊，算饶了一命。另见御膳房，单拨纹银五千两，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这仨厨子一来，心里就高兴了，长能力的时候到了啊，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，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之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了啊！要饭的往这儿一坐，县太爷过来，扑通先磕一个，谢谢两位老太爷啊，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，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，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，让您满意。这个差事做好了呢，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，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稍微的升这么四级官五级官我就知足了啊。这倒霉催的玩意儿，刚活命就想升官啊，别废话，去准备东西去啊，准备200斤糙米啊，买这么200斤菠菜，200斤白菜，
600块豆腐，10条刷家伙水，5桶杂货菜啊！快去吧，老天爷，您这憋着害谁呀、啊？这是废话，给皇上做饭吗？你懂吗？去买去吧。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，往这儿一放，这仨御厨也站好了。老太爷，您吩咐吧。您看我们干什么？您会焖米饭吗？这让您说的，御膳房的御厨，我能不会焖米饭吗？我会啊，焖米饭去吧。那个别怎么搁水啊，不搁水就糊了。哎，您要这个，要这个。熟了之后被上手摆着就扔了啊！要你那糊的啊啊！哎，是你会摘菠菜吗？啊，会啊！你摘菠菜，你去摘那白菜去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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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县太爷过来了，老太爷，我干点什么？找仨大盆去，找仨大盆，头号大盆搁好了，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，一个里边搁200块，码的挺齐齐。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，特别的细腻洁白，都码得了，哈哈。老太爷，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？我是帮您，我是切片啊，切块，切那干嘛呀？来跟我一块弄豆腐，咱仨人一人一盆。哟，老太爷，您得教给我，被鞋脱了，包脚布都扒了。对，仨人都光脚。老太爷，这怎么着？来进来，踩来跟我这儿来，踩来，县官不敢啊，快踩，要不踩宰你啊！仨人跟这盆里头呱唧呱唧，踩着豆腐，一会儿都踩碎了。出来之后擦擦脚，这挺好。找那桶吧，把大桶拿来，豆腐泡在里边，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。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，和拢来和拢去，和拢好了，搁着太阳地儿晒去。6月3伏啊，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，咕嘟。大要饭的瞧瞧，有点意思了啊。这拿勺啊，买了点摊儿，差不多。那人不行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！你光喝摊儿不行，来，咱尝尝豆腐。那有点意思了啊！拿手一拍县官，我跟皇上说啊，这都是你弄的啊！县官眼泪都下来了，二位您宰了我得了。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？别废话啊，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。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，胡放嘎着，再看这边摘菠菜，把那大叶全去了，就留心。哎呀，你这笨呐啊，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，你那些个呢，那都扔了，快捡回来，就要那个，知道吗？白菜也是啊，心都不要，心都扔啊，就要外边那烂的，有虫子眼的最好啊。都弄好了，规制完了啊，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，准备做这些东西。皇上传圣旨，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，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。为什么呀？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。皇上的意思呢，我吃好东西，我不能偏了你们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。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，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，大伙儿商量这事儿。年兄，哎，年弟，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？哎呀，咱哪有那个造化呀，是吧？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。哦，您父亲喝过？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，我父亲马跳弓箭墙，戳墙破炮，摔倒跳台，扯天子半步，龙袍就跑裸带，九破太师杯，大怀王丹榜里做千金闸啊！皇上呢，感念我先祖，救驾远征，所以说呢，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。老人家喝完之后呢，觉得身轻体壮，身体特别的好啊，而且打那起啊，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，睡觉躺下就能着，吃饭饭量也大。今日我辈深受皇恩，祖德不浅呐。是，我跟您说，自打接的圣旨，昨天晚饭我都没吃，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！来吧，咱们走吧，排班吧。金銮殿上，文东武西，列立两厢，香烟缭绕，圣驾临朝，小太监传话，成对。一说成端，御膳房开始忙活了，把大锅往上一坐，俩要饭的指挥，来吧，赶紧开始，一回锅就算成了。问老太爷，先搁哪？什么先搁哪个？哪都行，来吧。咕咚咕咚咕咚，呵，刷家伙水泡豆，剩杂货菜，什么这个烂菠菜、烂白菜，糊饭嘎吱弄一大堆，跟地上搓两锅也没灰搁在里边，大
铁锹这么一糊弄啊，都搁好了，那几位全跑出去了，这屋里待不了人了。锅一开，俩要饭的也出来了，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，都弄得了，小太监们就来了，成吧。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，里边盘龙小碗，一个里边一碗，一个里边一碗，大小太监站齐了，好几百人，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，文武群臣挑大拇哥，好，嗯，谁家规矩？皇上家最规矩。你瞧瞧，大小太监端着这汤，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。这是多大的规矩啊！是啊，小太监都这么窝啊哈。甭说看，身闻一下都恶心的慌。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，皇上跟前一大碗。皇上很高兴，端起碗来闻了一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！皇上一打锤，文武群臣也闻。闻完了看皇上，大伙儿心说：行了，这回行了啊！打要饭的，加上县官，还有仨厨子啊，这几个人算是完了，谁也活不了了啊！这东西能喝吗？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，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。都瞧着皇上，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，看看文臣，看看武将，心里生气。哦，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？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？嗯，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？也应了那句话了，哈哈，想当初啊，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，又发烧又感冒的，我喝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，现如今锦衣玉食啊，我不需要它了，可是呢我找人做的，我要不喝你们大伙笑话我不成啊，咱们大伙一块来吧啊，你们也甭看我，一举这碗，众位爱卿来，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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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全灌去了，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。众位爱卿，感情深一口闷，感情铁喝出血，来吧。来吧来吧来吧，群臣一瞧，那皇上都喝了，咱们怎么着，还怎么着，都端起来吧，端起来吧，都端起来了。一闻呐，真难受，找借口，年兄您请，废话，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，别废话，喝吧。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，都跟嘴里横着。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，很好啊啊，很给面子呀、啊、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，众位爱卿，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？文武群臣一听这个，皇上乐了啊、哦、你等不语，各伸双指，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，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？